老王啊，我老婆最近对我很冷淡，我要怎么办啊？这个简单，我教你几招。这样这样，那样那样。太好了，我回去试一试，谢谢啊。都是邻居，别客气。到了晚上，那老王满脸好舒服。老婆，你叫老王干吗？等等，有那礼服派对。那天在网上看到这样一段话，如何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真的喜欢你？当你给对方一个耳光，他如果没还手，那就绝对是真爱。经过一段时间的尝试，我发现我的真爱竟然是充气娃娃，只有他没有动手打我。昨天知道了老王和老婆的那些事，尼玛的，果断不能忍。当我和老王打得不可开交时，儿子过来了。爸，我来帮你。儿子，你打我干嘛啊？等等，好吧，老王你赢了。欢迎大家收听尼玛电台，今天为听众播放的是英国经典哑剧。不错，是哑剧，我很喜欢。等等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每日报即将改版，所以接下来呢，我们将停止更新。如果你们喜欢我们的作品，请持续关注我们，谢谢大家支持。你拉屎的时候啊，要看暴走日报。